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 玩回家去，我是你啊。实际今晚的是 Free Fire， 然后我有一阵子没玩 Free Fire 了。前阵子大家看到 Free Fire 的影片是我大概半个月、一个月以前囤的，因为我这个月都在搬家哦，所以时间上来讲比较少。OK， 最近接触了新的吃鸡手游，如果大家喜欢玩 Free Fire 的话，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喜欢玩这一款，就是我们的香肠派对哦，它有非常多的模式哦。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玩的是快速派对哦，就是一个快速的模式，圈比较小，然后人数大概将近在20人左右。那游戏的下载连结呢，我会附在这个影片的说明栏哦，请点影片的标题就可以看到了。我们的香肠派对记得下载哦。然后我算是一个蛋油仔哦，如果大家没有常在看我影片的话，我现在已经很蛋油了，就基本上 Free Fire 玩很少玩啊，基本上都没在练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轻松的玩一下。然后我带的是查拉跟手榴弹，哎，半个月没有玩，不知道玩的怎么样，应该玩得很惨。希望能赢就好了，好吧？看能不能赢。我看到人了，我看到一只哎，那个在家里挂机，那应该可以偷打吧？去偷打一下。哎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，应该有机会，应该有机会。变草丛，前面一只，应该可以。残血，小一，我先收掉这只，我看一下他有没有枪。没有。哎、欸，这个是，还有一只在对面，我看到了。看空卷可不可以？有了。倒一，还有一只。没有被吃到，我这个空拳有没有打到人啊？哎有哎，我杀三个，一个炸倒的嘛，另外两个应该是垂死的。这个空拳一直挥空，疯狂挥空，终于最后把人家挥死了。OK， 所以现在查拉在下载团队图起来是第一回合还是有几率可战的？哎，我不要飞起来，我不要飞起来。我有点不习惯啊，前阵子用电脑玩别的游戏，突然切到用电脑玩 Free Fire， 觉得操作整个都不习惯了。看一下敌人的位置，看到那边有一只，我没有手弹，完了，打 DQ 了。他打掉一只了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人，我看到了。OK， 抓到一只。好像有人是不是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应该都杀掉，剩最后一只了。他在那个，看到？哇，被他剪掉头了。我还想说发麻死打一波，还行还行，至少我跟我弹油的时候，那个操作还没有到跟弹油的时候差太多。不会说哎。欸半个月没有玩，就直接完全不会玩，基本操作还是会的，哦，太好了，有点惊险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下这一把，看能不能拿个 MVP， 应该是可以啦，2-0，最后再顺顺的4-0，就应该就搞定了，有一只上去了。欸，我们其实有钱，我没有买到凝胶跟手榴弹。这边有人，楼上应该在正楼上，捏雷上去，这样应该可以炸到了，但没有死。真倒。Triple kill， 剩下一只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先拉血，有一只来了。Ace， OK， Ace， 难得呢，很难得呢。哦，这么久没玩还可以 Ace， 虽然是打了一个破口啦，但是这么久，半个月没有玩，还可以 Ace， 我觉得很开心了，不奢求了。
满足了，欲望很低。买个三甲三头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要买个长青针好了。好，再来吧。Let's go。看一下敌人会不会走左边，应该是不会吧，我猜。没有没有，没有人走左边，应该都在他们家里。这边应该可以偷。看到了。最后直接打身体算了啦，懒了，我懒了，这里面有人，没抓到人，该不在楼上吧？对，在楼上，应该有赢吧 ？OK， 哎、欸，我怎么又 S？ 啊，因为我刚刚那个在旁边偷那个龟在箱子后面的啦，他们没有发现我。我打倒两只，他们还没有发现我，打到第三只才发现我。哎、欸，运气不错，可以啦，吃鸡了，搞定。这个半个月没有玩，侥幸吃鸡，十三杀，输出四千，半个月没有玩了、啊哦，还行啊，还可以啊，至少可以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不能说还可以。Free Fire 的玩家都很都要求很高，要求别人要求很高，要求自己要求不高，不行。像我上次，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觉得我的仓普森啊，至少我这样玩，我觉得我还行啊，还行。我的还行的意思是给我自己的标准很低啦，啊，我觉得还行这样。我也没有说我超屌什么的。然后就有人说，哎、欸，因为汤普森都没有抬，都不会抬枪，还说还行。我想说，不是啊，我本来就没有在练汤普森，那我觉得我没有在练汤普森，甚至连。应该说我没有在练汤普森这把枪，那就不可能，更不可能练汤普森的抬枪这部分嘛，对不对 ？MP40 我是会抬啊，手机的话啦，啊，模拟器我当然是不会抬，我可以说明白一点，模拟器我抬的不是更不稳，手机稍微抬的好一点，你们可以看我之前手机操作的抬的比较好一点 ，MP40 的部分，啊，单发我没有练啊，我很坦诚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单发我没练。那汤普森这把枪我本来就不熟，从它出到现在，我基本上玩的次数应该不超过20次。不超过20场，对，就是可能不管团队图还是经典模式。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至少我不超过20场，我至少还拿汤普森杀的死人，还可以，至少还可以吃鸡，我觉得还行啊。就哦 ，Free Fire 那个，哇，这个现在玩家风气真有够糟的。我只是说了个还行，我就我的印象来，在游戏中，如果你说你超屌超厉害，会被嘴是很正常，因为万一你打得很烂，可是你说自己超屌，然后结果你被打爆，你被嘴很正常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说自己还可以，没有打到算太差会被嘴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是觉得现在 Free Fire 的风气真的有点糟糕，有点夸张。我是觉得，对啊，这也是我另外一个不喜欢 Free Fire 玩 Free Fire 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说这个风气太糟糕了，很多新手玩家刚进来就被嘴，这样子也不是很好。你看。像我都坦诚我是弹友，我都坦诚我根本没在练，所以我不可能很强，所以我都讲得很直接嘛，我都很这个没有在那边吹嘘说我好厉害，没有嘛，我说个还好而已，我就被嘴翻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觉得这游戏现在风气不是很好，希望大家还是要改善啦，当然我觉得不可能啦，应该是不可能啦，对，大家都知道风气不好，但是还是没有改善，对，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所有实况组跟所有玩家一起去努力的，但如果大家就是可能都随便就做自己的比较困难啊，对啊，就这样。所以说偶尔来回来玩一下这样。那我觉得就至少我刚第一场，就是我这个半个月没有玩 Free Fire， 完全没有玩哦，都在玩别的游戏用电脑。那我觉得至少我的操作没有说完全不知道按哪一个凝胶。我刚有架凝胶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反正至少哎，刚刚最后 MP40 还有抬到一点点啊。然后蜂鸟呢，我试了个几枪，炮了个几枪，有抬到一发。哦，虽然说可能会有人说赛头啦，但这个真的是抬枪啊，因为抬枪你不一定会抬到嘛。你抬枪的意思就是说你懂那个操作，那抬的稳不稳，有没有抬中，这才是重点，而不是你没有抬中就是不会抬，不是这个东西。对，道理呢，操作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抬的好不好，这就是见仁见智嘛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会说那种没有抬到就是不会抬枪的，我觉得这个太狭隘了，这个。用词来讲太狭窄了，对，抬枪就是一个操作嘛，啊，至于你抬不抬得中，像很多人会单发，可是他不一定每发都中嘛，那你说他会不会单发？我觉得是会啊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懂那个操作，然后你抬到的几率至少不会说哦每一枪都抬不到，那至少我觉得就是会抬，只是你抬得好不好这样的差别而已，就像这个蹲架。
我没有练蹲架，但是我看很多人蹲架，有些人蹲架很慢嘛，对不对？大家也知道。那你就说他不会蹲架嘛？也不是啊，只是他蹲架可能比较烂，或他蹲架蹲的比较慢或烂，对。但是不代表说他不会蹲架，只是他不熟悉，或者是他操作没有那么的顺，这样。那就是要在精进，要在努力，才会变得跟其他蹲架的高手一样嘛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我也觉得希望 Free Fire 的风气可以好一点，作为一个蛋牛仔来讲。好，就这样。那么这集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如大雄影片就留下喜欢、订阅、叫旁边小铃铛可以通知。然后呢，我们平日晚上6点发片，那最近假日的话是早上11点，那国定假日也是早上11点。对，就国定假日跟假日都一样啦。对，只要你们没有上学有放假的，通常都是早上11点发片。对，最近改成11点，不是9点了。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各位拜拜。